第二届泰国世界刺青大赛即将展开，从5月16日开始，为期三天。世界各国的刺青好手不但在此设立摊位，齐聚一堂，而且他们的作品也即将在这个舞台上一决胜负。对身为刺青艺术爱好者的小马我来说，怎么可能错过这个为国争光的大好机会？至于小马我要怎么个来为国争光，这就要从台中的一位刺青大师吴师傅说起。观众朋友介绍的就是我们连续获得两届冠军的小吴庞克，小吴师傅。先停一下嘛，访问你怎么样？这次有没有信息 ？OK 好。啊，这个今天这位我们帅哥也是你的 model。啊，你今天第一仗就要开始比赛，对不对？好像晚上十点钟就要开始。啊，你要表现的作品是什么？这是一个日本的那个人面的面具。人面的面具哦，日本有些 Ganga 或者也会出现，对对，有些他们的歌舞的表演也会出现这种鬼面具，对对，那是他选的吗？我们沟通过的。那在纹身界当中啊，日式的这个纹身是不是有别于其他的纹身？有独立的项目吗？有，在国际上它有一个独立的项目，就是日本传统。日本传统，对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日本的刺青历史啊，它比很多国家都还要久。所以他们那个影响到全世界很多的刺青文化，对，是真的。阿力恰加列，还好。哈，恭敬恭敬，哥呢？真的，把帅哥被拿出来，快哦！请镜头，还是我们请这位帅哥手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所有冠军像的一个面具。那我先不打扰你，你先继续来这个帮他把这个作品完成。好 ，OK， 我们来去看看其他几位，其他几家还有很多摊呢、啊。来来来，看看。为期三天的泰国世界刺青大赛，每天都将进行不同刺青类别的比赛。参加比赛的各国好手，个个莫不拿出看家本领来一决胜负。而经过国际赛事淬炼过的小吴师傅，功力自然不在话下。然而，其他国家的师傅功力又是如何呢？趁着空档，咱们可得好好的来给他瞧瞧。Do you have faith? Always have faith. Yes, have no fear. Faith.Did you get the sound, you know? Yeah, we get another one. Oh, yeah! Yeah. So, this? Yeah. Can you show me? It's like an angel. Yeah. Wow. Woo! Wow, it's big. It's her? No. It's your girlfriend. Yeah. Okay.他们两个是那个，应该是夫妻档啊，一起来参加比赛。OK, I wish you this time have a good trip and get winner. OK. 随着风气越来越开放，台湾社会对于刺青早已经跳脱刺青等于黑道的老旧观念，慢慢认同和正视它的艺术价值。台湾岛内也正逐渐兴起一股刺青的流行风潮。本届的国际大赛，在咱们台湾方面，除了小吴，还有其他更多的高手来一起参与这次的国际赛事。这个不可能你自己刺吧？不可能啊，一个刺青师不可能自己刺青、啊、对，这个太漂亮了，这是谁刺的？这是我们的小吴师傅，他帮我刺的。哦，也是我们这个历届冠军的那个。对对对对。真的啊，这个参加过比赛吗？有，这一次在前年2008年参加那个台南刺青展，彩色小组第一名，就第一名，对不对？对 对, 对。有没有句子来？好，我们把冠军作品先带走，好不好？反正你是用右手刺青嘛，不可以。好了，对，很帅哎，谢谢。这个图很大片，这是什么样的意思？漂亮的牡丹蛇，牡丹蛇是个传统的蛇。牡丹真的有牡丹蛇这个蛇吗？没有，牡丹蛇是日式传统的一个。哦，固定的素材。那这次也有来几家，有几摊是日本人的那个大师来。啊，有。你觉得他们的实力怎么样？也很强啊，很资深的师傅啊。觉得胜算怎么样？有盖边啦，对不对？跟他拼了啦，对不对？今晚小马我亲自上阵，企图为台湾人再夺一面金牌。回头高高。